外线要来砍三分，卢杰明投进了。对，卢杰明是桃园云豹本土球员当中，今天是马龙的第一个三分球啊。对，弟弟拿到进攻篮板，再传出来，卢杰明的三分球技。对，这样一来一往，其实这球反手勾射出手没有，就能拨出来之后，反倒拨在卢杰明的手上，再交给到后面拖车的罗振峰上篮，有，这球被偷走了，前面卢冠轩。来呀，最后球还是掉了，剩下半秒钟。那这一次的出手已经是时间到点之后了。外围卢杰明的三分球，今天只要他有空档的时间，能够把握住机会。是，就是有问到说，哇，先来看一下场上这个三分雨开始。